Juan, por Juan, cảm sao chú nên là chỉ cái này chỉ có cái có chỉ bay có là sao tu họ. Cái này đi thì chỉ cái nên là xem mình này mình đồng ý cái này讲 chỉ cái sinh sắc ở tuổi mà cái chỗ hóa trang cái chỗ khó họ, em muốn là blessing in disguise họ. Cái gì là mình chủ yếu là ai ai họ đang học tập trạng tài chỉ có họ. Cho đến nãy này dịch chứng trong căn họ, u tang quốc có cách hơn này họ. 因为我们在啊，咱现在面对这个疫情的代志哦，实在还是想未到发生个，另外也想未到罕顾啦。因为哦，咱你来对2020年哦，乍个对武汉开始哦，到近来的咯，已经一年到八个月了啦。所以哦，但是忽然间，咱最近哦，全世界面对这个 Delta 的代志哦，咱的问题咱就未结束。所以明仔日啊开始哦，菲律宾因为咱咧较侪 case 高，所以明仔需要 lockdown 个。所以其实咱唔知影哦，咱咧疫情哦有啥物顺路通弯弯转转嚟结束啦吼。所以我但是我感觉正，但是咱就明白个吼。啊，咱唔是等即个疫情浪中了咯，浪中无去咯，咱就个 everything 个 back to normal 哦，咱重新开始哦。其实无需要啦，因为我其实喏，咱有通伫即个疫情中间哦。技術好為主嚟話，佢是疫情裏面哦，是唔是有可能哦？有一個祝福喺你嘅後邊咧，所以等我喺即度，即個你嘅環境嗰及上帝未來所想 ，disguise in blessing 嘅嗬。所以求主幫助，即係集安播即個聚會嗰個官對即個疫情哦，有一個另外一個看法，唔是只是哦，哎呀，真慘咯，真艱苦咯。什么 depressed 咯，什么无通出去咯，其实咯，这个是负面个。就是咱看咱每件代志，咱咪叫夸发啦。就是咱亲像咱特别真出名讲一句话哦，一个吹大人看到一杯水只有一半，有人会生气，干了一半，有人真感恩讲，哎呀感谢主，搁有一半。但是咪咱只会圣经是讲 count your blessing 个，所以有时咱好生看卖哦，其实。是唔是疫情里面咯？有上帝，有上帝恩典在咱的中间个吼。所以今日即个新这个时间呢，思想这样代志个。实在讲哦，咱现在面对这个疫情哦，这个 pandemic 嘅代志哦，什么时候结束哦？实在无在咱的手嘅中间。但你记得咯，无在咱的手嘅中间，无代表无在上帝手嘅中间。无在咱的时间表里面，无代表无在上帝时间表嘅里面。总有一日咯，这个疫情会过去啦，因为上帝时间啊够个，所以是咱无论是伫这个未结束疫情哦，咱唔通接多一段的时间呐。有一个也出名诶政治家哦，就是叫做Winston Churchill 哦，就是顶摆疫第二摆世界大战英国一个真出名的 Prime Minister 哦，伊讲一句真出名的话个 ：Don't waste crisis, don't waste any crisis， 唔通接多浪中的危机个。因为常常危机中间哦，是咱可讲嗰个连不上的时间，后人嘅生命嗰个进步嘅时间嗬，所以佢就帮助咱哦。既然咱已经喺这个pandemic 嘅中间，这个疫情嘅中间，讲 don't waste the crisis。咱喺这个环境嘅中间哦，咱有通即有通，后人嘅生命嗰个系成熟，嗰个系进步个。今日咧，我爱主爱咁，就想两项代志，头一项代志哦，请你记住。他这个真，你需要一个真正正确嘅态度哦。疫情嘅流行哦，唔是上帝心意，但系上帝心意是好嘅，所以你记得哦。因为这个真重要，这是乎你一个真正重，一个叫做 right attitude， 一个正确嘅态度嚟去面对这个疫情。The pandemic is not God's will， 因为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上帝是好嘅，上帝是良善嘅，上帝每好派嘅代志临到咱嘅中间。但是既然上帝完全哦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上帝才是有好嘅意思在里面噶。第二，我哋嗰啲是讲第二样代志噶。啊，咪将好即个疫情哦，就将咱嘅生命中间嘅祝福哦 ，turn the pandemic into a blessing。所以咧，用段时间哦，咁咧嚟思想这两项代志。头先咧，即系思想哦，就是疫情哦，一般都疫情正流行噶，但是唔是上帝心意。因为圣经好难知哦，上帝心意哦总是好诶。但是咪咱咧指别个咱读嘅圣经哦，就是讲这样代志个。耶利米书哦第六九至十一节，圣经即个上帝家己哦，甲犹太人讲，听你记得即个会有背景哦，即个会有背景哦。
是歹代志啊，咱系歹代志啊，因为上帝允准我犹太人亡国啊，允准犹太人我去华巴去巴比伦我七十年啊，所以我咁是好代志，你个国家灭亡咯。你嗰個簡明我 exile 去華邦七十年啊，就是你冇國家七十年啊，咁是好大事。但係上帝講什麼咧？又話講我在啊，唔是你在啊，我在啊。再嚟講我家己在啊，我五里所懷嘅意念是屬平安嘅意念，唔是講在嘅意念。為什麼咧？好你活後有唔忙有指望。嗱，所以哦，這個是上帝哦。教猶太人解釋這樣嘅字，講你唔制啊，但是我制啊，因為我從來哦冇一個意念俾害你嘅，所以講我你嘅意念是好嘅，我嘅意念是幫助你咧。你講老尾一句話，目的是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好你嘅將來哦有一個盼望，將來有一個唔嘛。嗱，所以我上帝好咧，一切嘅代志哦都是美好，我信咧會明白。但你記得咯，上帝家己講。我从来无一个意念要害人，所以属主的人咧有一个真正清楚的观念，讲发生任何嘅代志哦，世界人甚至看是歹嘅代志哦，但系上帝伊甚至讲唔是歹嘅。既然我稳准临到你嘅心中哦，的确是出自我嘅好嘅心意，唔是歹嘅心意。所以我求主帮助人，你笑过未？你笑过未？啊，你嗰度一个医生啊，托一个刀伫手里面哦。去这个手术房哦，为你的囡仔开刀啊，爱将你的囡仔耳朵开起来啊。我请问哦，你看到这个医生哦，你是生气还是感恩啊？你讲也生气，你也生气也戆了个，因为你知影这个医生哦，捅一个刀哦，去开你的囡仔耳朵哦，唔是要害你的囡仔啦。你知影以为对你的囡仔好啦，因为你的囡仔哦需要开刀啊。你若无开刀哦，马个里面有一个瘤啊。还是有一个破壁哦，你的囡仔可能会真危险啊，所以医生我无法啊，所以开头一个刀哦，开伊的耳朵啊，这是你的亲人咧，这是你的囡仔咧，但是你知影哦，医生的医术是好诶，虽然你的手里面都有一个刀啊，但是你知影哦，捅刀的人哦，唔是贼啊，捅刀的人哦，是咱的上帝啊，捅刀的人哦，是救咱的救主啊，是良善的上帝啊。所以这个判断要我虽然我临到你的中间哦，你若相信哦，上帝永远掌管个，上帝就是好诶。其实攞诗篇入九篇哦，十一节有一个真出名话个，对照红最患难的顺个，又话伫天顶，即系宝座中间。所以我上帝掌管一切，这个对照真就真乱。但系就嚟讲，我永远掌管一切，你放心，你唔免惊，因为哦，我嘅心意是好诶。因为上帝本身是良善的，那圣经里面其实真多安尼款的故事哦。圣经的故事哦，唔是讲故事啦，圣经留落的故事哦，每一个故事后壁哦，都有一个真正重要的真理的环节的后壁。就进入什么呢？就进入约瑟的故事。头先咩咧？大家圣经我就是讲到约瑟的约，即系 Joseph 的故事个。这个背景，你应该真正清楚个。就是咪哦，做什么和阿兄哦，十七岁就咪去埃及哦，追奴隶个，哇！结果哦，三十岁个离开出嚟，然后将十七岁到三十岁，十三年嘅中间哦，真排咩啊？唔问咱嘅贫困兵冇十三年嘅时间个，十三年哦，真排咩啊？咁是也最冷嘅 slave， 真系最奴隶。嗰阵忠心服侍伊个主人，个头计了哦，去告伊，去 accuse 伊，讲伊要枪毙伊。结果咧，嗰做一个囚犯，一个 prison 啊，伫家具里面，个好人未记得能力，所以我经过十七到三十五、十三年嘅痛苦嘅时间个。但是三十年以后哦，伊出来就最有，也即个埃及嘅 prime minister 伊个宰相。嗰個重要事哦，伊拯救了我，伊全嘅家族七十個人嘅生命。因為喺上我，你講上帝真揸清楚，十三年以後哦 ，Promise Land 哦，會有一個大饑荒啊。十三年以後哦，這個 Promise Land 哦，會一個人嘅夭死啊。所以上帝大聲哦，將祖實哦，接到阿兄嘅手哦，再去埃及裡面啊。後來就做這個叫做埃及嘅宰相哦，來拯救我，整個家族嘅人。
甚甚至拯救我，当时我世代真罪人个，所以我当约做失误，我都去看伊个伊个人生个，啊，伊就讲了一句真扎出名话。那请你记得咯，一句话哦，是经过真罪痛苦以后哦，真罪患难以后哦，当伊我倒来看，哎呀，原来是安尼。其实咱就是安尼，个毋是？有时咱面对真罪问题、真罪困难，咱人就无答案。但系这个问题困难经过以后个。你要多来看麦，哎呀，好特别咯！感谢主哦，原来是安尼啊，咁是，所以你讲做实讲一句话啦，因为做实个伊阿爷阿爷阿派个哎呀出终于未去埃及个，所以阿爷阿爷心内有一款叫做叫做 sense of guilt， 即个叫做罪疚感伫里面个。伊阿爷甲阿爷讲，哎呀哎呀，你免惊啦，我今日代替上帝吧，从前对，你意思是派个。俾害瓜，但系上帝意思哦是好嘅，俾保存真罪人嘅生命，俾成就建立啲嘅光景。你讲啊，做实真真清楚哦，伊阿爷是歹嘅，阿爷要求是无好嘅，就算做喷嚏咩个唔是好嘅。你但是哦，啲上帝超难命变最好嘅，上帝意思是好嘅。你讲啊，真奇妙哦，上帝有通用。歹人的计谋来成就上帝良善的计划，上人是歹的，所以讲你，哎呀，你是歹，要认听得到喊你，我知呀，你对我无好啊 ，but 啊，这个 but 真重要个，但是上帝是好的，所以记得咯，每件代志发生哦，实在是唔是好啦 ，pandemic 这个灾情哦，经过一年半，我相信也做人对到问题，经济对到问题，健康对到问题，个人。关系都到问题，但系先讲上帝是好嘅，所以就列表我另外一个也重要嘅观念个。你嗱将呢则圣经我及耶利米书二十九至十一节，头先咪提嘅圣经将自己比较个，你就明白个上帝一切嘅旨意哦，都是出自上帝良善，包括约瑟罗十三年嘅受苦，因为所以哦，因为十三年嘅受苦哦，伊对上帝有一个新嘅明白啊，你讲。But God intended this for good. 上帝是良善的，所以我每一摆哦，咱拄到问题的中间个，你如果偷不得看哦，原来上帝心意哦是好的，是无好的，是好的是良善。啊，你讲啊，你上帝今日上帝允准啊，讲你叫做啊灾难个，讲你贫瘠灭个，这个瘟疫个，连个这个世界个，其实当你呐好看圣经哦，有呀啦，有呀啦。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真真清楚的真理，上帝哦，那温准哦，叫做瘟疫个，就是做贫瘠，咩种嚟瘟疫个，连狗对照哦，常常及人嘅罪有关系，实事是安尼。你嗱，我哋看啊，几个圣经里面嘅例 example 个嗬，就先做哦，埃及嘅十灾，埃及嘅十灾有十个灾个，其中一个灾哦，是咪讲嘅灾啊？就是哦，瘟疫嘅灾。你看第九节第三节，你讲耶和华的手哦，加在尘堆中间啊，牲畜的顶面，就是马咯、驴咯、骆驼咯、牛群啊、羊群咯，拢有当当的瘟疫啊，这个 terrible plague。所以这个瘟，这个瘟疫，我是上帝允准临到这个埃及里面咯，被刑罚审判。这个法老王哦，这个阿鲁肯哦，因为啊，这个法老王哦，真自高自大哦，真自我中心。你讲耶和华是神啊，我不神，我根本不听你讲咩啊？你讲，所以真空堪个。所以上帝哦，用这个灾难哦，临到这个预兆，即系集嘢个，启动自己哦，就上叫瘟疫，或者跟呢叫贫瘠灭。好 long， 但这个我是唔是对唔是对人嘅，是对动物 long 中动物咯，死了了。哇！浪中死了了，好，这个 fellow 仔哦，你真空感哦，你真 arrogant 哦，我哋看麦，是你搞还是我搞？是你恶还是我恶？所以上帝这个超我入嚟。另外你看麦，另外这个哦，这个也是诶，另外这个情况我就是叫做啊，报恶先嘅贪知嘅歌书个，即系歌书你记得，这个是因为犹太人，我特别去你去 promise land 哦，啊 Moses。斜佬十嘅探十二嘅探知哦，幾報幾跨只嘅加南隊咁先，結果我十嘅都嚟哦，報牌消息啦，只有兩個哦報好消息啦，所以我上帝也冇跨依個，但是問題是哦，咱啊叫做 majority win 啊，即係多部分嘅人哦，也少部分嘅人個，
所以大家人讲哦，唔当你去咯，都去埃及咯，都去埃及咯。所以上帝真无看伊讲，好啦，上帝无看伊创啥，你看，这头先乜是对犹太人、对埃及人嘅动物，就是对无信、无不信嘅犹太人啊，你看啊，就讲不排信息嘅人，拢拄到瘟疫，拢死伫耶和华头前。所以哦，上帝嘅手哦，佢叫做 punished。叫做刑罚伊，叫做审判伊，所以瘟疫我是因为人我对上帝我无尊重个，对上帝无尊敬个，无以上帝代表上帝个，所以上帝出手我研究伊个中间。你讲第三 example 哦，啊，检查这个唔知你较熟，这个就可立嘅代志个。那可立嘅代志乜代志啊？这代志记载伫咯《民数记》里面十六至四十九节啦。这个代志后边有一个背景个，就是哦。可立的人哦，爱杀之官兵啦，哦，爱个摩西哦，艾伦哦，杀之官兵个，你讲今日特特你追头啊，今日特特你追你追 number one 啊，今日我未追啊，可立我当中个有两百个就咪当中是 leader 起来反对啊，你小干妈就进入教会哦，哇，我哋接受起来反对牧师啊，你讲。哇！鬼就咪接受我，佢嚟反對牧師啊！你講，你講今日你追牧師啊，今日你特別咧，聽你講嘅啊！你講，結果我上帝轉數幾個，因為我官兵我唔是人，唔是對人嚟嘅啦，官兵是上帝所設立嘅啦。神啊追頭，神啊無必追頭，我唔是你家己經嘅啦，是上帝 appointed， 叫做 Moses， 是上帝挑竿的空呀跳出嚟個。阿 Aaron 我是上帝挑竿起嚟幫陣阿 Moses 講嘢個。所以但是这可能的人我没尊重上帝的官兵的那个就苦地的给来换的那个。所以我这个第十六章第四十九节，因为可能的大事情过，这个大事死了以后，上帝将瘟疫临到这个所在了，死了14700人。所以我上帝受气，瘟疫就来了，这个是对还是对新主的人，所以新主人不怪哦，上帝也是出手。嗰一摆咧，如果就集庭嘅代志哦，即系集庭嘅代什么代志咧？即系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无怪嘅情况个，就是当时哦，犹太人哦，即系差不多叫做新嘅一代咯。啊，特别你去 Promised Land 哦，嚟到即系摩押嘅头前个，即系你记得即系最出名嘅歌书个就即系摩押王啊，请一个假先知哦，叫做巴兰哦嚟招咗犹太人个。上帝无不听这个米人的curse， 真个耶招咗变咗族哭歌。后来哦，哇，这个米人真聪明啊！伊讲哦，上帝哦是圣洁的啦。我教你一个办法哦，你要犹太人犯奸淫个，上帝家己拍伊啊。所以哦，伊结果我叫当中嘅某一个咁嘅女嘅哦，走去啊引诱犹太人犯罪个。哇，结果大家犯罪，结果教犹太佢咧某一个女主哦犯奸淫，个拜偶像个。结果上帝出手了，你看上帝受尽受气个，将瘟疫临到个，死了24000人。所以这时候上帝哦，也是受气的中间个，将你们的灾难哦，临到这个新主人的中间。后面呢来看这个较熟的，就是第一个生人的代志个。第一个有一摆哦，圣经讲哦，应该是撒旦哦激动伊个心个，哦可以咁讲个，你想哇，你真搞啦，你真搞啦。所以忽然哦，伊家己去生看卖哦，伊国家几个人啦？嗱，因为嗱生人冇什么唔对啊，生人冇什么唔对，但系生人嘅动机哦，你就注意啦，呢个 motivation 个，你系生人是为咗好嚟牧养伊嚟照顾伊，冇什么唔对。你嗱生人是为咗讲哇，嗰个罗狗，你讲我罗狗，哇，因为嗰个环境哦，国家乸最冷咧。第一就是安尼个，因为撒旦哦，爱好伊渗透自己骄傲嘅心咁样。我第一是神啊，你讲咪？我最恶我嗰个恨最冷咧。结果上帝受气，上帝受气我，我讲哦，就第一，我呢晒炸弹你计警自己，第一真聪明啦。第一讲，我冇必教啲冷嘅超中间，我必教到上帝呢嘅超中间。上帝你注意，结果上帝冲晒你讲。以色列又话刚瘟疫到以色列人，哇！上帝用吉嘅超嚟咯，哇！真厉害咧！扎基哦，开始哦，是未到一日咯，死了70000人。所以这个哦，你今日哦，我讲当中嘅代志哦，都是一个 example 个。好咧，就系哦，无信咱啊无怪，咱啊犯罪，无论是先做人，还是无先做人，
犹太人是代表先祖的，埃及这个法老代表无先祖的。我想上帝会出手哦，有一个办法，一个叫做工具，就是瘟疫 pandemic。所以我想到 pandemic 的后边哦，是我一个真正重要的一个 warning， 一个提示哦。那那你过上帝啦啦啦喊个上帝出手，我跟你讲，你跟你讲代志哦，几多多？那那是实在先祖的人个。我说咱行无好势哦，上帝管教咱啊。圣经明明安尼讲，上帝所听的，上帝得甲管教。所以管教的办法真多个，其中一个哦，上帝就运作这个叫做贫困的个，这个灾难哦，这个瘟疫个临到咱的中间。啊，你讲牧师这当当是旧约的，啊，今仔新约唔是安尼，你讲新约唔是安尼，新约是安尼哦。因为新约个有一句也出名的话啦，就是伫路加。来比照十一章，这个一句话后边有一个背景个，这个背景是哦，主的门徒哦问耶稣一个问题啦，伊讲耶稣啊，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啊？耶稣讲哦，我什么时候来哦，无人知啦，到老天父知啊，无对照无人知啊，所以教会哦，咱啊信主的人哦，咱就好明白圣经讲哦，圣经讲无人知就是无人知。所以哦，请你唔当相信哦，什么神主会过来啦？有阵咱信主人，我都是真啊真糊涂。人讲什么，伊也相信咩？人讲什么，伊也接受什么？你家己哦，对真理哦，就有一个了解啦。唔当人讲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圣经讲无人知就是无人知。我唔知头先咩？咱个美国个指标，这个罗斯旺讲哦，美国也最弱，无人不签哦。无人不签哦，有真侪原因讲，其中一个原因哦，就是有人讲哦，未再签啦，因为签了哦，这个666哦，就伫你嘅身躯里面啦，因为666哦，666哦，就是这个末世嘅 Antichrist 用这个嚟去控制人个，所以有人啊传落讲，未再签啊，签啦就666，即个是完全未念不真理嘅人讲嘅话。所以，但是问题是，你若无相，你若无将圣经了解个，人讲什么，你就相信什么。所以，咱需要哦，叫做 back to the Bible， 好真理，好人知哦，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那圣经明明讲，耶稣来的时候，主角来的时候，无人知呀，就是无人知呀。所以，恁就听候上帝的时间。但是哦，虽然唔知呀，但系耶稣讲一句话，虽然你唔知呀，但是你注意哦，我未来已经哦，对照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对有大度的震动就是 earthquake， 故什么呀？针对所在有饥荒 farming， 故什么呀？瘟疫啊 pandemic。所以哦，其实耶稣来以前哦，的确有安尼款嘅情况发生。所以哦，即款嘅灾情哦，即款嘅叫做现在咧面对即个灾难哦，我跟你讲哦，的确唔是 the first and the last。下摆哦，也就安尼款嘅情况嚟出现喺呢个世界里面。因为我这件事圣经明明好冷静啊，啲耶稣来嘢整我，对住我有真罪安尼款嘅问题啦。因为就是安尼哦，好你知啊，主要从你自己，好你陪伴这个心哥嚟去面对另外知啊，这个世界哦，唔是咱永远嘅家啦啦。你唔当盼望这个世界啦啦老好啦。我跟你讲，我这个世界嗬，可能啲跟住科学方面，或者个 science， 还是 technology， 或者个科技。啦啦啦进步，可能在这个物质里面啦啦啦好，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个世界道德，我这个 moral 是啦啦啦差啦啦，啦啦啦歹啦啦。其实你若对世界有了解，你讲现今这个世界，这个人哦爱欢喜，爱追什么就追什么，结果咧明明无合真理的代志哦，而就去创，甚至婚姻临审来。男的无爱追男的，爱追女的；女的无爱追女的，爱追男的。这阵国家就是，你即一最近有奥林匹克，你即奥林匹克，这阵东京哦，这个 Tokyo 奥林匹克，你即一啲奥林匹克中间有一个运动员哦，是 transgender 不？就是什么 transgender？ 就讲我顶摆以是女的，现在是男的。哦，所以哦，这阵有一个本来是男的啦，现在变追女的啦。所以去比赛啦，所以哦，咱就直接 unfair 吧，因为伊身骨是男的个，虽然伊冲阿变做女的个，但是伊里面哦，当然自然系比女的较有力个，但是哦，佮就 transgender 个就是改变伊的性别个，但是已经接受咯啊，
连奥林匹克都接受伊去比赛咯。这是什么款嘅世界？就是因为人我来来来哦，无照上帝嘅心意去创大事个，所以哦，世界哦，伫经济、伫物质、伫科中间嘅进步，但是伫道德嘅标准哦，是来来来差。到这个时间哦，上帝就来了啦。就是先讲将来有一日咯，当世界动真好势哦，就进到哪一点钟哦，各食各念各佚佗各恳求各离婚各恳求各离婚，忽然间上帝就来了，恩追就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哦，的确是安尼。我唔你就一顶你哦，嗰时两千呢个顶你哦，两千二十你哦，结束以前哦，全世界有190个嘅国家哦，以只有我十个国家哦。是叫做 zero case， 即是顶你啊，唔是见你啊。但是这十个国家哦，是你完全唔捌嘅国家，一个攞万大万大税嘅国家，有一个国家是个嗰是几千嘅人啦啊，杀过千嘅人嘅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是一个离这个世界哦，也行也行也行嘅所在哦，无人救嘅所在。这是顶你，但是够见你哦。我相信我可能已经全世界特所在已经冇啦。所以这个是世界一个真特别的情况，这个频道我是全在几百年里面不发生，我是特别全世界都遇到，全世界啊，特所在都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你问到这个问题，你咩做啊？什么做啊？问题在遐咯。所以咱基督徒哦，咱无去面惊啦。而且你记得咯，头先这个频道咩在上帝手中间，对不？所以咱唔免惊。排斥安尼讲，排斥安尼讲。一般都咱拄着，咱拄着可能有时唔是咱诶问题个，是别人。比如讲你去，比如讲你即阵大家知啊，咱也无去参观个。但是参观来你会出来未？会啊，干啊！你叫杰米来啊，你叫吉来啊，对不？你嘅身高你会出来啊？顶摆我知啊，叔母哦，是个师傅哦，有一个也出名嘅家族个，贵人离开世界，真有子啊，诶家族离开世界哦，发生。完全是安尼，嗰即两个时代人哦，唔不离开出来，唔不离开夜房诶。你今日嗰度喷大咩？今日嗰度佢咪那天死去个？因为哦，就是哦，你家生入去啦，你叫外卖啊，三高夜出来哦，即、这个多入去，即个人哦，有夜有个梦到即个食物个，食伊食落去个结果有啊。安尼个，所以有阵哦，我是讲有阵，恁衰啲是有呀啦。但是无代表哦，你衰啲哦，的确无拄到代志个。好啦，问题是，咱啊实在拄着咧，其实咱啊是免惊啦。我你讲，我唔问咧，无唔是一个牌嘅意思个。因为咱先知嘅人哦，请你记得，咱哦有一个比死国家好嘅物件，叫做永生啊，对不 ？Eternity life， 咱是永生嘅生命啊。其实咱嘅人生哦。无论你爱几岁啦，哦，无论你爱活几岁啦，有人爱一百岁啊，有人爱百年岁啊。OK，但是当然你若爱个长岁寿个，你就个求上你这项代志，有够健康。OK， 长岁寿咁我系亏了三，安尼啦，你想上帝啊？你若有个90岁哦，请你有个90岁嘅亏了。你有个不值的哦，有个不值的亏了。你有个一百个哦，有个一百个亏了。你千万唔当有个一百个全不值的亏了。啊，二十年我创啥，对不？我倒嚟抢来咪无意思的吧？所以你就按你祈祷啦。好啦，但是总有一日咯，那咪是过去，对不？所以其实咱唔免惊啦，因为咱嘅生命哦，无伫世界超嘅中间，伫上帝里面。你睇伫2019年2019 before pandemic 个 ，before pandemic 个。我这个邓我这个木树个，我邓我是个木树个，伊个妈妈见面，所以我就去参加伊个，伊阵唔是个俾拉天啊，是伊九十岁起嚟啦，伊九十六嘅嚟过世界，九十六嘅士多冷这个姊妹嚟过世界，所以当然我就去受家去安慰伊，受家去探伊个，哇我入去哦，我惊着啊，你就一部我头一摆，我实在最谈到头一摆哦，三十年头一摆发生这样代志哦，我入去啊。伊家族是占咪最多个，伊是过五代啊，五代同堂啊，即系过代嘅人啊。你知无？得个人啊，对时代人够近啊，够顺啊，够加拿顺啊，浪中正硬沙。
两种颜色，硬啊！头一摆我头一在头一摆看到啊，所以我当然，咱穿什么衫呢？咱就静静无讲话咯，对吧？穿颜色，你加上咱的是爱穿白还是黑个？两种是硬的。那我就为了那个这个伊的囝大囝起来讲话，伊讲检查你这个人哦，看到我两种的人穿颜色，检查你淡薄奇怪哦。伊讲其实咯，这个唔是咱爱穿的啊。伊讲我是多人我。在美利坤世界以前，我叫咱郎中，伊妈妈健康忽然间，还是真平安过去啦。伊讲妈妈利坤美利坤以前，我叫咱郎中来啦。伊讲我在妈妈这边等真久了吼。伊讲那一日，那妈妈无在这个世界个，请你记得啦。你大家人我给我穿红纱，唔当啊，穿啊黑啊白啊，穿我爱红纱。伊讲我爱流泪啦。伊讲我因为妈妈哦，也无艰苦啦。阿妈哦，去见上帝啦，去上帝也欢喜啦，快乐啦。过来就要求啊，你大家两个快穿红纱来啊！你讲，所以讲这句话了，我心里感觉哦，我讲我真特别个，我讲这个时代人哦，实在是上帝家里哦，因为哦，以前呀哦，对于来讲哦，其实唔是什么困难的代志。你讲我已经九十六岁了。我哋地照度真高嘅，依真健康啦，九十个嘅，嗰度啲差錢咧，即係真厲害嘅。所以講我嗰個時間係食夠咯，所以我呢度大家都講掛氣。我感覺最重要喎，唔是即個問題，是依個態度啦，依個 attitude。所以咧面對現在即個貧困，你講你用什麼嘅態度嚟去面對個？所以我咧用另外一個態度啦，就是用好即個疫情哦，炸最難嘅祝福 ，turn the pandemic into a blessing。你知啊，上帝既然允准这个贫困的这个世界，全世界包括在菲律宾内面个，那么就去面对呢？其实你看下 Joseph 受苦十三年，咁是受苦十三年。但你知啊 ，Joseph 最宰相最贵啲喎。圣经讲我以三十岁哦，最埃及嘅 Prime Minister， 一百十岁离开世界，所以我七十年不十年嘅时间。十三年受苦，不十年享受上帝的 blessing， 所以你有生效咩？你假啲咩？所以我说攞上帝运转这款嘅困难哦，唔是牙箍啦，即系困难是操练咱、帮助咱、让咱嘅灵性更加嘅成熟。但系说落去哦，上帝让咱嘅祝福哦，超过咱所面对嘅困难。但是哦，我爱用佢嘅角度咁嚟嚟受伤哦，你咪做我谈好这个贫困的个卡好些变咗一个 blessing 咧，我用三角度嘅嚟解释，头一个叫做你有睇用这段嘅时间，就是这个叫做 quarantine 嘅点阵 ，lockdown 嘅点阵，无当出门嘅点阵哦 ，build a better relationship， 跟国家美好嘅连接关系。咩叫最好呢 ？Number one， 你有当增加你嘅家庭嘅时间，你知影我？頂拜 before pandemic， before 這個 lockdown， 大家人都無位，無位什麼啊？最近的無位最近，讀書的人無位讀書，教會的人無位聚會，所以大家人有自己的時間表，所以我全家撒狗煮一日的時間哦，我跟你講我是真少，我跟你講我撒狗煮一日的時間是真困難，無論你愛，見人無愛。我想见到爱你无地下，我想你爱你嘅恳求无地鼻头，我想你恳求地呢头，你就去聚会。所以我归家出席你嘅时间哦，真少啊。但是哦，因为大家人有家己诶，叫做伊嘅 schedule 啊，伊家己时间表啊，伊嘅朋友，伊嘅什么活动个特所在走来走去。但是问到现在哦，无成咯。现在因为哦，频道咩话特别咯，咱下礼拜开始落单哦。哭狗袂中拍走咯，所以我乖乖哦留你出来两礼拜啊，第一朝两礼拜。哇，这两礼拜哦，我通创啥？其实咯，你有通好用一段的时间呐。比如讲，三哥看一个 movie， 做咩？我有啲个 internet 很侪 movie 咧，三哥姐姐三哥看，三哥啊敬拜上帝哦，真侪三哥敬。这阵虽然咱无通去礼拜堂啊，对不？但是咱有叫做 online worship 哦。那创这个时间，大家来敬拜上帝，啊，这个是顶摆哦，完全哦，你想未到的。亲像我的家庭个，啊，虽然我是做牧师啊，
或者牧師長、牧師女，但是我嘅講，我在嘅撒加敬拜上帝，我是冇唔會發生嘅，因為我教會我就會撒等嘅聚會啊。我撒敬啦，我是參加頭節等啊，七點半。我是撒等而家講到嘅，牧師了咧，卡所以參加第二等嘅，以及第三等嘅。所以見啦，我頭節等咧，我就走去撒北咯。所以我其實基本都我撒急聚會哦，我哋大丁我呢啲嘢靠我，但是現在冇上咯。现在我出来时间上是拜地咯，十级聚会个十点，我讲哦，十点，咱嚟十级聚会，九点半就起来咯，备办好些咯，所以十点十家嚟会 ship 上嘅，会收咧嚟十家嚟分享看卖，头先咩，我即刻讲哦，你有什么learn 什么物件啊，十家分享者，顶摆我是完全冇安尼款嘅opportunity 啊，即系机会完全冇啊，现在有咯，有阵咩现在唔那是十家敬拜上嘅哦，有阵。牧師了了問拜跌咯，特拜講我阿美，你實家嚟看 movie 哦，特嘅乖乖看 movie， 佢景直嘅 movie 嚟看。我想你問啊，之前實家拍橋，我拜師拜跌，暗播阿美過點就實家幾拍橋，所以我變咗用吸咗嘢時間哦，實家最前嚟個。另外食實家食，我頂不就將我實家食啊。現在我 lunch 咪實家食 ，dinner 實家食，因為。見啦，冇人出去啊！頂埋大事出去嘅，所以講你用這個時間攞好貪，因為我現在你吸住時間追住你啦。Take the opportunity 哦，因為世界追住你中間攞好貪，講出嚟會哦，機器可能無法世界追住你嘅時間，世界講會。啊，所以這個是 take 這個機會嚟個，這個我嚟講我咧嗱，我哋這個債整嗱機器哦，冇咧嗱，我嚟講我保證冇。你的家就是有家活动，十五家有十五个活动。你有朋友，嗰个唔免讲咯，就是出去山咧。现在哦，无咯，呢度都嚟咯。所以呢个叫做即系机会个。所以哦，会增加哦，你嘅顶嘅时间建立哦，及你嘅家里、你嘅亲属、你嘅丈夫家庭嘅关系，升级出一嚟啦。另外咧，有当趁呢个机会哦，及人哦，跟住联络感情啊。哦，呢个是一个真特别个。因為面對這個疫情，我咱特別咱就更加嚴重嚟講，特別咱唔再出去啊，係嘛？頂埋嗰個點喎，雖然較好淡薄，點解突然間好善咗，是咪追嚟佢出嚟個？所以你所有信呢個有咁乜過多噃，冇大倉噃，其實咯，唔是冇大倉啦，你就安排大字倉啦，即係你記住咯，你就主動去安排大字倉啦。嗱，我唔是叫你大字倉啊，比如講哦，學生部一個禮拜七日。你就安排哦，一日还是两日的时间啦。比如拜一到拜四哦，有当然时间哦。比如讲有一个时间啊，小嘅卡电话啫哦，及你沙巴的朋友讲话啫。因为有大家人现在哋出来哦，都过多啦，所以我想到大家人都肯定一个朋友啊，所以我沙巴讲话哦，这个就是一个 good opportunity 个。但系当然啦、啊，唔当讲未停啦哦，特别咱嘅姊妹哦，唔当定未讲到两三点钟哦。哦，你話講波頂正我已經進好了，所以你啱呢樣呢度發現咯，你及人嘅關係係冇生氣。你就喺微信我微信我哋 office 喎，忽然間啦，我唔知特別啦，忽然間我收到一個兄弟個，忽然間收到依個，我係卡一個電話號嘅啦，我卡佢講我呢度啦，佢講啊啲出嚟啊，最近好些噃，想問對啊，佢講啊你講幾高威啦，微信繼續講十五分鐘喎。你感覺個依感覺真快，要 send 嘅 message 我講 thank you 牧師你個 call 個啊呢個，我想我收到這個紙幣，我記得點解忽然間收到這個紙幣，個雅古無及俾看到依兩個仔，因為最近依個出嚟，我走大部門隊個，所以我 call 依啊，我講啊，你真係話最近，你真係我講出嚟咧，依度電話就敲咯，依度敲咯啊，敲了咁多偈講嘅，你講啊，專家。卡爽咯，所以我信阿就信我冷我哋即个情况里面嚟卡过一过，所以即个是咱嘅机会个，所以我即个趁即个机会哦，去建立我及冷国家好嘅关系啦。顶班冇时间，现在我时间也追，但是我唔是讲你特例啦，特例变咗你又变咗只，你啊你又困，你家己感觉真度压力，你生个一礼拜一拜就好，哦一拜看两个人，一两个波点钟就好。你就發現我冇你冇生氣啦，因為你唔是自高價嘅，人哪來哪過多，因為哪來哪高價嘅。你嗱有高白冷我，你嘅心就未過多。你嗱自高價嘅我保證我，你嗱你覺得也容易，
特别爱人来关心你，今日你无主动去关心别人，对不？所以我讲一个见证，我唔知你记得未？我一个人我头一摆去教会，睇了我，伊感觉未歹啦，哦，教会人得入水啊，环境又好啊，啊，唱歌都好听啊，牧师讲道都有意思啊。但是伊感觉上台次我无好些，就是伊聚会了我无人插伊啦嘛。所以我第二拜过来个时候，我第二拜看麦，第二拜也是上关，未歹，但是无人插伊，所以我无看，伊心内就无啥看。伊如果伊讲伊第三拜哦，伊决定上台次，我可去努力一拜。我若聚会了啦，无人插我哦，我唔过来见教会咯，见教会咱就无温暖啦，无温暖啦你讲。哇！第三拜哦，伊做完了，好大啲啦，好大啲咯。有一个人嚟个伊问安个，啊，你神啊，我呢个讲，我也夸伊咯，讲有人关心伊个。忽然间，你问这个人啦，伊讲，哦，你是这教会什么人啊？你是教会牧师吧？传道吧？即系接受啊？伊讲，这个人讲，阿母，我头一拜嚟啦啊，头一拜嚟啦个。伊讲嘅，伊讲，哎呀，我真排斥你讲，我嚟三拜哦，我等人嚟教化。教台歌讲，这个人来一摆就咧就来唱歌咯。所以就是咱是爱等别人来个。其实咯，你唔免等别人啦，你大声卡可以啦。你若大声卡可以哦，你个人嘅关系会建立起来个。唔当总是爱别人来关心你啦。今日你无本事去关心你背后所有人哦。所以头先，这是叫做建立连接，叫做 relationship。好啦，第二呢？唔，那是安尼哦。你试看卖哦，在这段时间里面哦，佮要 readjust the pace of the day， 重新哦调整你逐日哦创个代志。所以我讲个，恁这个世界一个真无为个世界，大家人是无为啊，无为直接，唔知为什么代志无为。三度哦，头一句就讲啊，你无为什么啊？哦，中国人个检测结一句，食老尾哦，食老以后无为什么啊？哦，所以恁个观念是讲哦，无为是对个。哪无为哪好？你又有人跟你讲啊，我最近无大创啊，你心里讲啊无当应，即个人无当应，无大当创。恁自己观念是讲我哪无为是哪好啦，哪无为是哪好？其实咯，无为究竟嘅所在，恁都唔知啊，为什么大事无为啦？你讲冇，冇算我仔啊，为贪字，啥事为贪字？好啦，为今日你咩贪字啊？阿公为生存个，今日生存啊，为着食个。好啦，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那是就为着食，你无肯辛，无肯命肯辛苦哦。跟你讲，因为食真简单啊，因为食我无相关的要求啊。你喺追嚟食我，过十块一顿嘅追，过千块一顿嘅追，都系饱，对不？都系食饱，食饱以后我 B B Q 车锁啊，省嘅啦，浪中省嘅啦，省嘅啦。所以我呢度爱为着食我，其实真简单啊。所以證明喺我有人唔是為著食咯，只為著只哦。我跟你講，也就人有子嘅人哦。我跟你講，我依存啲換人嘅子哦。我冇排曬你講我，依嚟過世界我都認為了啊。冇呀冇呀，你講咪有人嚟過世界，只啲換人裡面哦，依冇抌著，是別人咁樣認。幫我依家都認為了，但係問到時候，依繼續無為，因為根本哦，依實在唔知哦，為什麼無為呢？有人是为着骄傲，为着成就。其实咯，到这个时间哦，你看，咱个最黑咯，咱来看透淡薄咧。咱你骄傲够就好了啦。所以现在哦，你发现哦，因为咱无为个，所以阿俊你骄傲，咱受嘅结果哦，现在无咯。现在你看咩啊？现在得个人哦，你个脚步慢落嚟咯，对不？顶摆哦，咱就哇接啊接啊。嘅聚會啊，啲衝動衝勢啊，呢個即陣我冇咯，我諗過愛出機鐵土咯，即陣冇咯，所以貴嘅人啊，依個步伐咯，慢慢落嚟個，安靜落嚟個，所以現在哦，有一個真重要嘅事哦，你就開始減少你家己哦，真無謂嘅代志啦，你就發現我原來機器哦，真最無謂嘅代志哦，原來是冇需要嘅，你聽明白不？頂翻你嗱最哦，我嗱冇安啲無謂哦，無法。对不？我嗱安尼，我嗱无安尼无为哦，无法啦，教会无法啦，出来无法啦，公司无法啦，你看冇呀冇呀？冇。现在你嗱慢落去哦，世界咪是安尼行落去，对不？唔是为你慢落去哦，这个世界就未点动啊 ！No no no no，
所以我说，咱看家己修改重要了啦，修改重要了啦。现在你发现啊，原来唔是安尼人啊。所以我慢落来哦，世界咪是安尼行。所以你发现哦，你无限急了啦，对不？你现在你无限急了啦。所以你若 update 这个判断，你就重新个修了。原来哦，咱的人生哦，检查可能无需要很急了啦，较慢。其实你知无？上帝创造咱。唔是为咱追根追不死呢？你明白我讲一句话无？你讲咪？上帝用六日创造这个世界，对不？六日咁先，好啦，人是第六日创造，对不？好啦，第七日咧，安息日。所以人创造出来头一日就是 holiday， 就是放假。你觉得上帝意思无？上帝创造人出来头一日，唔是让你追根。创来头人的头一日就是休息，人的头一日就是亲近上帝。所以上帝创造咱哦，唔是安尼去追工啊，上帝爱咱享受上帝 creation 啊。所以唔当让世界偏激了啦，唔当追工追无为啦，追无为直接啦，其实无需要。也做代志哦，唔应该无需要创哦，唔应该创来啦，我别人去创来啦。你若无创，也是安尼人啊。哦，你嘅厝内，你若无，你若无肯定搭你去切，就唔免搭你去切咧啦。暗站咪未死啦，啊，好认咗你家己嘅生活就好咯。好啦，另外第二次咧，你可能会增加真侪安静嘅时间喎。哦，顶班冇个，现在有啦。你真系啲时间较聚焦，你安静落嚟，我嘅好享受你嘅时间啊。我想，但唔免冲，你爱饮 coffee， 冲一杯 coffee。来饮茶，冲一杯茶；来看册，看一间册。好享受哦，规日哦无创波浪代志，是 enjoy 你家己的代志。爱看一个 movie， 看一个 movie。顶摆我前一摆讲到这个冥想，这个 meditation， 咁先。好，即个时间，假如时间我哋叫做冥想 meditation 上嘅稳定，好 enjoy 你家己哦，你嘅时间，唔能够。无为之节咯，但是问到事哦，唔使为什么大事无为，好享受你家己人生啦，唔通个为着大事哦，未了啦，另外出来大事哦，喊喊啦啦 ，OK， 实在喊喊啦啦，特别你出来啦，有子哦，啦也在工人哦，唔通规日早起为工人生气啦啦，伊啦偷家起来哦，工人就弄歹一个，哇弄歪一个皮哦，悄悄啦啦，悄悄啦啦。能够收起来啦，撇人无弄派咪就话事你个，对不？你可以弄派啦，不要紧啊。你若弄派个，哎，感谢主，哎，每事我见咧，特别讲，妈你未够无，你无派你咪就，你若无派就无通每事呢。所以阿条顺我咧，拎到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好 enjoy 咧，特别咧点情况，看到人，看到顺咧，特别爱看袂顺目，看袂喊喊啦啦，喊喊啦啦。大家人有家己人生，有家己日子哦。你看伊未顺目，你咪是看伊未顺目，啱啱嚟啦。所以我就冚起来啦，好享受你家己嘅日子哦。这个是，所以我趁这个时间哦，重新去 readjust 你家己嘅 place。我哋应该停嘅，停落嚟啦，好休息，享受上帝俾你嘅时间。第三个字哦，更加重要。这段时间哦，有通帮助你嘅灵性哦，更加系成熟啦。咩做帮助啊？第一，你有当增加你家己叫做个人灵修嘅对焦咧 ，the personal spiritual growth。你就学习我参加。你家顶拜哦，恁常常讲无时间，叫你参加聚会无时间，叫你查经无时间，叫你祈祷无时间。其实唔是无时间啊，时间也追啊，就是你用时间用在别个所在啦，时间用在 shopping 啦。时间用得去跌倒啦，时间用得去出棒嘅。当然，那唔是派啦，但是讲当然，这是大家人嘅，你家己属爱无爱咯。但是现在冇追，冇追出国，冇追去 shopping 哦，所以冇追去参观。你讲人最近，咱大家人咁去参观嘅时间也追喎。我顶摆我，你讲特别中国人啊，你讲恁哋英少我是也蛮大追啊，特别菲律宾啊，你讲乜嘢？我追牧师，我开人我去里边应酬是千真万确嘅，千真万大追。特家有家己安排啲咩
超 dedication 咯，什么 anniversary 咯，哇，一大堆啊！你若无去，我收起你啊！所以哦，现在无咯，现在应少减廿岁，减少廿岁咯。哎，变咗廿岁时间去咯，廿岁时间去哦，是唔是我趁这个时间哦，学习更加多代志呢？先就啊，头先班咱嚟主持嚟讲哦，顶班落课，即系叫你不等个困难，还是得唔免咯？online 咯，唔免跌出来也爽咯。哎，趁这款嘅机会哦，学习较侪嘅物件啦，增加你家己熟练嘅知识，对不？你顶班你无机会，我现在你无讲无机会。即系我拜过从这个查经班，顶班无限侪人，我即阵也侪人，我特别请百几个人去参加。即系咪哦？时间较侪有通帮衬咱哦，伫这个熟练方面哦，有这个追求啦。你就讲我其实我根本我家嘅时间还是增加也侪啲啦，因为。对我嘅工作无停止个，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有阵物件我无当出去嚟啦，爱出去我也是无当出去，所以变咗我较长时间伫即个所在追工个，变咗我时间哦减廿就跟住啊 traffic 嘅点正，你睇我哋边哦，哇！你去你去 station 哦，贪一个人真简单，但是即个 traffic 真等啊，有阵我来去去哦，两点正伫车里面啊，现在无咯，所以有增加有阵时间我有当追求哦。是学习新的物件。另外咧，哎，帮衬需要帮衬的人，灵性嘅进步我唔是为家己，灵性嘅进步是为别人。所以我伫这个时候，我这个 opportunity 有当帮衬我伫困难的人。我知啊，大家人哦，伫这个疫情中间哦，有无相关嘅困难，有人可能是经济里面有困难，有人讲伫这个情绪 emotion 里面有困难，就是叫做 depression 啊。depress 啊，所以哦，你有通主动哦去帮衬恁边头嘅人啦。你像我系 CBCB 教会最近我这个，咱唔就全教会嗰阵时，咱有一款嘅小组，伊创一个叫做 Tiernan 嘅出边 Love Our Neighbor program 个，就是哦帮衬恁边头嘅人哦，特别较 caring 嘅、较需要嘅人哦，咁就是去帮衬伊。你像恁。我係鄧更報告差不多分配升到六十幾蚊，六十幾蚊我就是咱將呢頭紙哦，每一款嘅石面，嗰啲基本數啊，三個咱鼻頭，咱係粗鼻頭咩？啊，咱係粗鼻頭咩？嚟幫襯大家人嘅需要，這個是變咗我用呢個時間去幫襯所有人。我本身會創一個叫做教會叫做 journey group 咯。我係 group 嘅人，我創另外一樣嘅事，因為咱富冠哦，你就係咱嘅富冠哦，有一個前提。跟住 AT 即係 ATS 嘅成立意喎，恁可能我嚟咪會即係佢哋唔是浪中是特成嘅人，我佬已經是牧師啦，已經是傳道牧師，嗰幾特赤個，所以恁都可能就係知哦。我喺現在嘅即個疫情嘅中間個，即係去邊嘅教會啊，啊無止啊，因為無聚會個，無就 online 聚會個，無本錢聚會個，奉獻較欠。欠到这个所在哦，连牧师团队哦无现金啊，所以哦，这个神学院哦，恁及这个神学院讲过，恁在这个情况个，所以哦，我系 group 哦，挑拣我帮衬其中晒团队晒牧师个，恁 support 伊个经济，或者个家庭嘅需要个，所以讲，你这个环境嘅中间个，恁有通帮衬我。恁嘅鼻头需要帮助嘅人，特别冷人就也做冷嘅需要。嗱，即个帮助恁哦，因为灵性哦，好嘅呢个叫做 good spiritual life， 唔是家己嘅，是为到别人嘅。上到恁嘅运数哦，唔是为家己，是为别人嘅。所以我趁呢个机会哦，去帮助啲鼻头人。我都讲我，大家人无神我哋需要，所以你哋做紧咩哦？喺即个环境嘅中间，我有通帮助我鼻头人做什么代志？所以即个。人生哦，恁嚟記錄到哦，恁愛活得好哦，有一個也同嘅 principle 哦，你記得啦。恁愛活得嗰個好哦，唔是因為恁有攞住物件，是相反個，恁有付出攞住物件哦。恁嘅生命哦，誒就做別人嘅祝福個，你要老往老好，甚至佢哋高即個環節哦，恁咧老往老好個，唔是因為恁攞住物件哦。你喺我喺老好，我跳即个弹条嚟，你未够好啦。相反哦，你付出劳尽，你付出得最哦，你嘅生命较好啦。
所以耶稣讲我是比笑更加有福气，就这个意思。你若只是为着家己哦，你未得到丰盛嘅生命。但是真奇妙个，你付出个，哈哈，奇妙就来了。你若付出个，得到更加多。你若无付出咯，你未得到丰盛嘅生命。所以这个是真特别咧。环节个，恁世界人是讲，我哪最哪最哪好，哪最哪丰富，其实冇。圣经嘅环节都系相关，你付哪付出咯，你哪丰富，因为你哪出去哦，上帝计好咧，这个叫 living water。就暂时今时讲，如果系你呢百多里面有一个江河啊，哦，一个 river 流出来，嗰叫 living water。你嗱，你嘅生命哦，是个 living water。互流互出，互流互出咯，上帝就会亏欠你。但是你嗱，你嘅生命哦，只是流，只是流，嗱，冇乜出去哦，就大大事咯，对不？你讲咪，你就系，你咪就系，你嗱，能晒你嗱冇去厕所哦，就大大事咯，对不？就只系冇出去哦。所以我啲以色列佬冇自己嗰只屎嗨啊 ，dead sea，dead sea 就成你啦，互流互出啦。所以你去我未出去啊，因为伊冇 out 啦。所以这个罪恶，拉拉拉减，拉拉拉减，我结果死喺里面咯，是无生命嘅。我因为少嘅减啊，少嘅减啊，我不嘅死喺两败里。你唔不笑就肯减嘅罪啦。贵嘅冷我系扑起来啊，因为严寒少嘅罪啊。但是里面我竟然我无患患咗无生命嘅啊，因为我呢个生命我唔是活嘅生命。是死嘅生命，所以佢就帮助咱咯，咁问咱哋即个贫乏咩嘅条件咯。虽然困难，但是有咱有盼望。但你记得咯，上帝心意是好嘅，上帝未好即个物件对咱派，但是啊，你即个好嘅条件，就将即个好哦变做一个 disguise blessing 咯，就是你家己嘅态度啦。哦，你想用好利用这段嘅时间个，好把握这段嘅时间个，为家己、为别人、为出来人哦。好嚟畫曲個好嘅生命個，佢就幫緊咱咯。咱最近見到即係我哋嗱，哎，你又想門對阿叔換張我，跟住大家嚟講嚇。咱十個阿頭就嘅見到嚇，你哋感謝你君，即係就見到你啊，你嘅話教導君仔啊。上帝意思是好嘅，上帝從來唔不會自己意思俾害人，因為上帝好君，當中嘅意念都是好嘅，為到君將來會自己唔忙。特別面對現今全世界這個貧窮，特別最近這個調查violent的代誌，和這個國家甚至全世界這個 COVID-19 的 cases 拉拉拉追起來，明天咪就問你那邊落單起來咯，跟兩禮拜未最離開。特別跟雖然跟唔是愛的代誌，但是跟相信運數攏有你家己真正好嘅安排。但係你這個困難的中間，和跟好用一段的時間。唔是只是埋怨埋怨，但是有通在这个时间里面，好趁这个机会做嗰个好嘅代志，无论是为君家己、为君别头嘅人、为君嘅亲人，甚至为君唔杀不嚟人，就将上帝祝福喺君嘅生命中间传达出去，希望君嘅生命进入这个活水，这个 living water， 唔是一个死嘅水，我君嘅生命产出别人嘅祝福，君仔君嘅生命嘅丰盛无债何君。胡落罪滅家，君係生命奉承就和君奔贊落罪，付出落罪。因為耶穌講施比笑更加有福氣，奔贊你嘅教會，奔贊你嘅家裏，特別係即個呢疫情嘅中間，互相享受你家己真特別嘅祝福嘅奔贊。何君將來屈頭跨一段時間以後，君心內互相感謝上帝講，上帝啊，你實在是良善嘅，感謝主何君這段嘅時間。虽然君夸是无好，但是君屈头夸以后，还来君仔啊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nd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跟住君嚟感谢，各君嚟祈祷，奉个主耶稣基督嘅圣名 ，Amen，Amen。Thank you。